呢個造型咧，應該就係喺好多個唔同嘅我嘅其中一個啦。咁啊，當然每個人嘅睇法會唔同啦。呢個可以係一個黐黐地線係外星人嘅我啦，亦都可以係玩實驗然後爆炸嘅我啦。係啦，睇你哋點睇。造型嚟講咧，有幾款嘅，有打機嘅我啦，彈吉他嘅我啦，有著背心嘅我啦，有著西裝嘅我啦。最中意邊個？其實冇話邊個特別中意嘅，因為我覺得咁多個加埋一齊先至係一個完整咯。咁今日嘅拍攝對嚟講係咪好輕鬆咧？今日就拍，先講假話。教話嚟講，其實今日拍攝係相對之輕鬆嘅，而造型師都非常之體貼啦，即係完全有考慮過嘅每一個要求，或者係有考慮到我有啲咩不適嘅地方，咁所以其實都成個拍攝過程都好順暢。其實今日麻麻地嘅啫，咁啊，但係咧我覺得敢於嘗試或者去創新咧，係必定要有一啲辛苦嘅過程啦，必定會有啲汗水啦，必定會有啲同自己同自己嘅紛爭嘅，咁所以中間呢個過程亦都係好好認識自己嘅一個方法嚟嘅。即係MC啦，咁其實你想呈現一個點樣嘅MC俾大家睇咧？就係可以有無限可能性嘅MC啦，係即係我唔希望咁快將自己定型，因為呢一刻連我自己都未知道MC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，咁。預期俾個句號佢，不如俾一個問號佢啊，係啊。咁呢個係其實你人生第一次出個人大碟嘅，因為上一張咧，其實係上年嘅今天你係出咗你嘅第一張 EP 啊，係啊。係上年嘅今天啊。6月22日啊，咁所以你而家嘅心情係點樣？同當時有咩唔同咧？其實感覺似啊，喺我嘅音樂生涯再行多咗一步路，而且。今年的作品越來越多啦，越來越多種類啦，感覺似是打機升了呢咁樣，有第二個稱號啦，叫做出即原本是小試牛刀，跟住再升可能就是初練武功咁樣啦。咁你可唔可以對比一下就係、是、你今次將大碟比起上一次個 EP 喺風格或者你音樂參與度上有冇咩唔同咧？其實好慶幸我得兩隻碟。嚟講，我嘅參與度都相對上係比較大嘅，而且自由度亦都非常之高啦。咁所以其實入邊每一首歌都收錄，應該話兩隻碟都收錄咗我中意嘅 style 或者中意嘅 message 或者中意嘅類型啦。係咁啊，所以有咩唔同咧？坦白講，我覺得我感覺個心情係一樣都係咁興奮。係，暫時我未感覺到一啲好大嘅上落，因為畢竟都係做自己中意嘅嘢，我覺得嗰個程度，嗰個熱度，嗰個温度係一樣。咁你最中意係邊首歌咧？呢個大碟裏邊？哇，好難揀喎！應該離不開老派嘅，暫時老派呢只碟噶嘛。心虛啲，係啦，離不開老派噶啦。畢竟呢首係第二首自己嘅作品啦，自己有份參與嘅作品啦，而且係有我最中意嘅港式中國風，然後#扮周杰倫。咁扮你出呢只碟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出道咗兩年啦。你個 bucket list 係咪已經做曬未係嘅，我覺得我希望可以有一首真係，無論係曲詞編曲或者唔好去到咁遠先，成隻歌都係我負責曲為主咯嘅歌先，或者係有詞啦，或者係或者係我可以寫到首歌俾人哋，我覺得呢個都會係我想邁向嘅方向嘅目標嚟。咁最後咩想同支持你嘅 fans 講咧？就算有一個 MC 你唔中意。都仲有千千萬萬嘅 MC， 所以呢個唔合你口味，會有第二個。
是但啦 ，OK 噶啦，你可唔可以剪？你剪得型噶嘛？嚟多次。如果呢一個 MC 並唔合你口味，放心，仲有千千萬萬嘅 MC。This is MC。
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